下动作，我刚刚已经有把它录制聚齐，那只是说呢，你如果每个都点，假设每个你希望都点两下，然后自动跳出来，那其实你只要把刚刚录制好的，我刚刚是录制一个叫聚集2嘛，你可以把这个聚集2编辑一下。那我这边改成什么？用枢纽分析表分割工作。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讲录完之后你希望这个不叫聚集2啦，你可以这个时候改没关系。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什么？用不，这个名称有点长我把它写短一点，用那个所谓的那个枢纽分割工作表1，1的话就是可能有2啦，等一下2。那再来的话，因为刚刚就是 B2 B4 点两下跳出去嘛所以现在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在这个前方写一个回圈，因为我要跑的是 for i 等于第四到我们往下看一下，应该到第9所以第4到第9，4 to 9 OK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那我前面讲过了，如果你要重复做的话，就这样把中间这一个的嘛，把它搬到哪里呢？搬到中间就好了。那习惯上会再按一个 Tab 键，因为让它缩排。那并且把这个4的部分有没有把它改成什么？改成 I 就可以了。所以4删掉，空一格 ，and 一个 I 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帮我把那个 I 的值串接到后面去。那这样的话就是秀一个5，秀一个所以你会发现不过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它的动作会还蛮快的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我按 F8 好了 ，F8 是逐行，所以这个时候 B4 select 然后 show detail 跳出来，对不对那这边你会发现等一下可能还在修改一个，就是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可能要改一下。那再来的话我们可能再来下一个一个对不对再按下一个 F8。不过你会发现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假如我再执行的话 ，F8 它应该会错误它要写。不过特别注意因为我现在的游标已经停在哪里？停在这个工作表。那可是我要移到前面这边才能够再点两下，所以特别注意这边可能你要必须在前面在执行的时候可能要不就是说打一个那个切过去，就是打一个sheets，拿一个工作表跟他讲说我要帮我切到那个枢纽。那枢纽的话就是sheets双引号里面打一个枢纽。后面的话加一个什么呢？点 select 就是帮我切过去，再做执行动作所以加一个那个枢纽点 select 这一行执行的话，它会切过来再来，因为 i 的值等于5了，所以呢 B5 帮我点两下B5 OK。 那这样的话呢，再show detail 等于true这个时候又有没有跳一个新的，然后以此类推啦，所以再切回去，再把 B6 点两下等于true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它会一个一个全部帮我跑完4 5 6 7 8 9 OK 全部结束了。所以前面的话你会发现在枢纽前面呢就会自动产生，总共会有6个工作表。那这6个工作表实际上就是这6个名称的工作表会自动放到这里来。但会有个问题啦，就是说呢它虽然已经做分割了，可是那个上面的名称好像失误不对，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最后可能需要怎么样再把它重新命名一下。所以如果你希望的那个重新命名的部分的话在程式里面可以再加一个叙述这个部分的话呢你可以再参考那个第81页81页部分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跳的时候呢，它可以顺便帮你把那个名称呢也给怎么样也给带到那个重新命名的话，那我这边呢请各位看81页里面基本上都要改几个地方我就把这些先删掉一下这个不是我要的如果我再修改一下，比如说呢我希望改成什么了，改成刚刚的那个这个地方哈，程式大概这样啊，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第81页这边，好，我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这个版本2啦，哦，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怎么样，一样是 for i 等于4到9，一样是切到那边去，好，那可是说呢，我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抓前面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名称，拿来做重新命，所以多2行哦。那我怎么去抓到那个名称呢？我这边打一个 n 等于什么？那因为游标已经放在枢纽里面，所以哈，我要取它的名称的话，那基本上哈，你可以 n 等于 range， 那它的那个储存格一定是在哪一栏呢？一定是在 A 栏里面。所以呢 ，A 栏里面呢哈，后面呢一样串一个什么 and i， 哦，那就可以抓到什么？抓到 A 栏里面的这个名称的。哦，理论上应该是 OK 的哈，哦。这边在81页里面，啊，最后呢可能多一个动作，就是说呢，你可以怎么样？可以再把名称重新置换。那，啊，重新置换的写法就是，因为我已经跳出一个新的工作表，所以这一行哈，哦，执行的话会多一个新工作表。那个工作表的名称的话呢，叫 active name active 嘛，跟你讲 active 就是目前被启动的那个工作表的名称，所以 active sheet 点 name 哦的名称等于什么呢？等于那个 n 就可以了。哦，你可以把那个名称带过去。啊，如果程式没打错的话了哈，哦，本来是小写哈，哦，它会自动变大写，所以我的习惯都打小写。你可以看得懂吗 ？active 目前的啊，少一个 c， act 啊，对对对。当然了，如果打小写移开哈，它如果没变大写的话，表示字打错了。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这边 act 啊，再打个 c， 移开。哎，有没有？哎 ，act 哦，位置放错了 ，active 才对。移开，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字没拼错哈，它这个地方哈，前面会变大写哦。所以你有时候打程式哦，也不用急躁了，反正你就是照着打，都打小写。移开，如果首字有变大写，那表示你字没有打错哦。那你这样再执行下一行才不会有错。那我们试一下哈，哦，枢纽分析这个地方哈，哦，我把它再执行一下。那你会发现哦，按 F8 好了，不然跑太快哦。然后先切到枢纽，然后先抓到这个的名称，放在 N 里面，哎，东元电器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把游标放在这边 ，show detail。然后把名称改一下，现在看到的是工作表47。啊，如果要目前的工作表，指的就是这个工作表跳出来这个哈，哦，的名称改成东元这个哈，哦，把它改成东元电器。OK， 那把它按 F8。哎，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哈，哦，因为这个带过来，名称就变更了。哦，啊，其他都一样啦，所以我就让它全部跑完。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了，每一个就通通帮我哈，哦，一气呵成了。啊，这个部分当然哈，哦，是额外补充，因为我觉得哈，哦，有些东西在枢纽分析表里面如果可以都可以自动化，那这样的话做起事来哈，哦，会更加的快速。哦，不过呢哈，哦，虽然想法是这样啊，但是呢哈，哦，要能够真的完成这些程式哈，哦，恐怕有一些难度。那后面还有一个是清除格式的部分啦，不过其实只是多增加一些效果进去了哈，哦，所以这边的话，当然我如果要把一些删除掉，好，哦，啊，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个，比如说最后这一个，啊，把清除掉的结果再加上去的话，啊，其实这里面哈，哦，只是说呢再增加什么，增加这个取消筛选啊，因为上面本来有那个筛选，我觉得不喜欢，另外把那个格式清除掉。哦啊，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完成我要的结果了哈，哦。那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哈，哦，试一下哈，哦。那这个如果还有问题啦，我今天最后这一段哦，因为大部分同学还是如果假设有比较跟不上的部分，第一个云端上面有做好的程式，第二个的话，我有把那个影片录下来，所以如果你想要再了解细节部分，如果想要重听的话，那可能在哈，哦，细节部分再看一下哈，哦。OK。那这部分哈，哦，请各位试一下逻辑哈，大概是这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哦，我们时间刚刚好 ，OK 哈，哦，现在是5点半哦，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了哦，欢迎各位哦，现在在用那个 email 的方式哦，在提问哦。